么好玩的手工作品吗？让我来告诉你们吧。手工老师梁冬，来自安徽省宿州市学工幼儿园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梁老师。欢迎我们的小梁老师，欢迎您。欢迎。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宝宝小朋友和他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叫宝宝，我今年六岁了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。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今天这个手工作品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呢？一定都很想拥有一个吧。对，那就赶快让我们在自己的身边寻找一下做手工所需要的材料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快点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。做手工找材料，我们一起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东找找西找找，我的材料找到了。所需要的材料有彩色卡纸、瓶盖和绒布。好，材料已经找好了，但是在做手工之前呢，我们要活动一下手指。让我们一起说，食指拇指碰碰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把剪刀剪剪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好，手指已经活动开了，小梁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。好的，第一步，我们用黄色的硬卡纸剪出三个长条，长一点的长条，它的长度正好是头围的长度，它的宽度正好是三根手指的距离。这两根短一点的长条，它的宽度呢正好是两根手指的距离。好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皇冠的支架。首先，我们把长的纸条围成一个圈，固定起来。下面我们将两个短一点的纸条交叉在一起，然后把它固定在圆圈上，像我这样做。用双面胶把它固定住。好，我们看到小梁老师呢是用黄色的卡纸来做这个支架啊。那小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其他颜色来做这个支架啊。没错，注意颜色的搭配就可以了。下面让我们把皇冠的支架装饰一下。这里我拿出一张黄色的卡纸，在上面画出波浪形，像我这样做。画好以后，我们用剪刀把它给剪下来。围成一个圆，下面再把它固定在皇冠的支架上。下面我们拿出一张报纸，像我这样做，把它揉成一个纸球。下面呢，再拿出报纸，捏成一个这样的形状。这里我已经做好了半成品。这里我已经帮它刷好了颜色，涂上了金色。好，刷好颜色就是这样的，我们把它给固定在这个地方。好，固定好以后就是这样的。那宝宝小朋友，皇冠上面闪闪发光的是什么呢？巴西。对，回答的非常正确。下面我们就用瓶盖来做皇冠上面的宝石。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几种颜色的瓶盖。那宝宝小朋友，你知道我这里有几种颜色的瓶盖吗？粉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。对，回答的非常正确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把瓶盖固定在皇冠的支架上，像我这样做。老师呢，在做宝石的时候呢，用的可不是真的宝石啊，是废旧的瓶盖啊，这是一个废物利用的好办法。当然了，小朋友也可以找出其他的可以利用的材料来做这个我们皇冠的装饰。
粘好之后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皇冠还是不够酷，这里我准备了四条绒布来给它装饰一下。下面我们把绒布固定在上面。皇冠已经做好了，这里我还把瓶盖装饰了一下，我们把它戴在头上试一试。哈哈，小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儿童王国的国王，请你们叫我国王陛下。哈哈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我的已经做好了，你们的呢？我们的也做好了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哎，先看看绿泡泡这个皇冠怎么样。哇，绿泡泡国王。哇，哇，好帅啊。是吗？非常合适。耶、那我就是女王。哎，这个看上去既高贵又有一种萌萌的感觉啊，很漂亮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宝宝做的啊。哇，宝宝本来就很帅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和衣服的颜色也很配啊。像这个帅气的小王子做的真好。哎，我们大家都学会了这个作品，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呢？哇哦，木木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准备三个长条做皇冠的框架，并进行装饰。第二步，用彩色瓶盖做皇冠的宝石，固定到皇冠上。第三步，用绒布填充皇冠，这样自制皇冠就做好是要谢谢我们的小梁老师，谢谢。那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，一起说：食指拇指碰碰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把剪刀剪剪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